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过来人，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。有病，倒霉的人，太倒霉了。唉。什么年代了，还看这书呢？你图什么的呀？图什么？还不是为了那个妞？就那个妞，得了吧，长得跟柴火似的。不是，和你什么关系啊？真的。哎，你这还没怎么着呢，你就开始帮别人说话了啊？哥，你这是不是崇拜人家，想吃天鹅肉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披头哥呢，想当一只牛掰的。癞蛤蟆。